这些是前两天淘宝上买的，这些那么多人民币就买掉24块多吧，不敢相信，真的太便宜了，而且还样子还挺好看，我很喜欢这一对，这一套。我贴着这个讲。周五啊，外面天气怎么那么好？我已经吃完早饭，洗漱好了。你这个梨要带吗？不带，我待会儿吃。然后今天要出门吃午饭，所以准备化个小妆，其实也不能算化妆，就是画个眉毛和腮红。他们是一个不知名国产品牌的。好吧，也不是不知名，就是那个玫琳凯，我这个大概有20支吧。就其实我就也是一个没什么眉毛的人，出门的话就必须要画眉毛。基本其实我日常的话就这样。对，之前买了一个 YSL 的。唇加霜，我有3支，然后送了人，送了1支，还有只是这个颜色，12号色。然后今天用的是这个5号。然后这个兔嘴唇上的话，它是。哑光的，比较雾面那种感觉。美宝莲的 Chili Nude 是之前在旅游的时候买的，然后我看到我就很喜欢这个颜色，可以用着，也挺好看的，但比较深色，有点。擦了就明亮，留一点这种 feel 就好了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去外面看一下，哎呀，操，脸好红啊，现在看不清楚，就这样吧。黑眼圈什么的。就不遮了，因为今天戴眼镜，所以我也不想遮黑眼圈。因为戴眼镜的妹子应该都知道，眼镜是可以遮黑眼圈的。怎么回事？这个东西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头发，头发是之前自己剪的，然后发梢可能没有处理太好，然后没有打太薄，所以会老是往外翘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要不再修一下？哎呀，可以看到，就像上次视频讲的 City 里边。真的是各种 construction， 不过今天天气还是挺好的。我们待会儿就要穿过前面这片公园去吃饭，这整体大概要走10到20分钟吧。今天天真的很好，然后云也不多，风也不大。有时候来这边风真的挺大的，可以看一下那边的这个树，都是被风给吹倒的。上面主要是被风吹倒的。
也有可能，但我不能在这边说。这周周还是蛮热的。因为我说你要一件开衫。对，我也想要一件开衫，说明我缺一件开衫。我也缺一件开衫的位置。啊，我也是，我不想要常常穿那件橘黄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件太嫩了，就是。你把那时候还。对，把那时候是蛮喜欢的。对。但不是，不是说我现在不要穿，只是说我今天这个不想这样穿的。我终于走到 New Market 了，然后我们今天吃中饭的地方叫明珠园，之前来吃过一次，吃非常好吃的那个粤菜小餐厅。对，没有非常好吃，就是我觉得他们家叉烧酥特别好吃，所以整体的印象就特别好。那你应该说和香港比没有特别的好吃，但是在这里已经算特别好吃。对，但香港我好像没有吃过叉烧酥。冬天不要来。哦，你不说我都没发现这个是蘑菇。这能吃吗？看着，哎，这边地上好多蘑菇。就是菌嘛，因为上面这里有真菌。哦。好大一个。Dancing that oversized 1980s Rolling Stones T-shirt, bib bib bubble butt. Better keep my mouth shut. I'll just watch you do your thing, sipping on that pink champagne. Girl, go to work.Dancing that oversized 1980s Rolling Stones t-shirt